吼，咱西元1662年，咱电视讲来台，把咱起头一处的官方庙啦。吼，但是西元1831年呢，咱们溪溪水泛滥，把咱冲了。民国两党呢，来谈妥民国七年来安置啦，那是自己。建筑师就是信宝庙第三处重建，就是民国14年谈妥，民国70年安置，阮一气呵成来砌起来，砌一间东南亚上界大的妈祖庙。